如有个一个人啊，他砍到自己的头，啊头已经被砍断了以后呢，无能断者，那再不能去断这个头了，哦，因为不能说啊，我的头被断掉，则以爱心自灭诸碍。那个时候呢，觉的之见来灭除觉的之见障碍，爱已断灭，无灭爱者，修多罗教如飘月子。如复见月了之所标，毕竟非月，一切如来种种言说，开示菩萨亦复如是。此名菩萨以入地者，随顺觉性。好，就是讲咱即马比如讲，伊等伊个头壳啊，等伊啊，啊，头壳等伊以后要安怎？伊佫想讲我头壳等伊，等下我佮会说等头哦，伊就袂去想讲我会等头啊。好，则以爱心，这个该主爱心的中间吼，你自己灭掉诸爱的话呢，那个障碍被你断灭之后，你就不会还有想要灭掉障碍的那个心在。啊啊，这个修多罗教怎么？那佛的一切经典，佛说的任何的经啊，都好像指的那个标的月亮。这个经典文字给我们觉习，这个文字指的那个月亮，圆圆的月亮，圆月亮就是圆觉之性，就代表这个佛用这个手指的标月指就。那光有当今天讲的叫标月子安妈哄，有没有？这是这个标月子安妈哄，有没有看到我在念经的时候，标月子安妈哄，有没有？有没有这一段？可无啊？你那刚才做法会的标月子安妈哄，你无？对，这句话啊，如果好像标那个手指的月亮，就好像阿难问那个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跟他讲说，你们要找这个东西啊。哇，他说你经典看那么多，为什么不能悟到？因为我的经典文字里头告诉你们是用手指的怎样月亮，叫你去找那个月亮的原觉，是你们的佛的原性。结果你的阿难呢，就是我讲的指头手一样，这个手指头就等于佛法的经典。但是你阿难多闻虽然第一啊，但是你背着我的手指头，背得很清楚，但是你没有知道我这个手指指月亮，你月亮就不见了。啊，你对这个我的手指头很清楚，这叫执着文字，所以你虽然为多闻第一啊，但不得佛，不能成佛，因为我的经典只是讲月亮而已啊，月亮你找到经典都是空的啊，啊，你反正把我经典背得很熟啊，就好像你们来上课，经典都很熟啊，没有人了解啊，这也是阿难写出来的啊，阿难听了释迦牟尼解说啊，等到释迦牟尼离开灭机的时候，阿难也没有成就呢，他还叫做有学呢，还在有学问，就是还没有悟到理障跟事要断掉的。后来那个谁帮了他，那个什么那个摩诃迦叶帮了他之后，他才达到无学，无学就得到受证为二罗汉道，那也不能修证到菩萨的佛、哦，还是因为这样修到断掉自己的烦恼跟那个。执着心这个灭掉，这个就已经达到了。所以可见的多闻经典的东西，它是在我们来讲是一个道士班。但你没有这些经典，你就不了解月亮在哪里，也不了解佛是什么境界。你要先了解它嘛，你才去努力下功夫嘛，这样懂吗？啊，这好像一样说，就好像说呢，这个标月指，我手指的月亮的手指头，啊，若这样，如果已经看到的月亮。也就了解我所指的手指，毕竟不是月亮，毕竟嘛，因为我所指的毕竟不是月亮，所以我这个手指不是月亮，因为我手指是月亮，你已经看到说，我那个手指这个佛法就不是月亮，你就可以丢掉了，因为我佛法目的是为了让你找到那个月亮，好、哦，那毕竟非月，一切如来种种言说。如来很多的经典一直在劝你们，开示菩萨也好，也都是因为如此而已。这个叫做什么？菩萨已入地者，已经进入圣地的菩萨，可以随顺觉性，归于你的自信佛了，随顺你的觉性去做事情了。所以我现在大部分都是照着我的觉性在做，我很少照我的念头在做。说哎，老师，你那打钢引领啊，我是照觉性在做，因为我随顺觉性来做，不用那么多烦恼。啊，凡夫都有很多想法，我都没那念的。我认为我决心认为什么时候我才会那个，不然我平常都隐隐的假扮隐隐的，这个肉体是养个自身，还隐隐的，那决那个决心在做的事情，就没有自己说啊，我要做什么做什么，比较没有啊。善男子，一切的障碍即就近觉，啊，说一切的障碍就怎样，处于所有障碍就好，没有障碍。是就近的觉醒，就好像孝子虽然父母不讲理，但也不影响
对啊，那夫妻一方不讲理，另一方面也不惹委屈，为什么？因为他可以包容了嘛，他可以就近觉悟嘛。就好像比如说咱家安尼啊，讲是一个好老囝吼，老爸老母哦，后辈来个骂伊哦，他也对伊阿歹，伊嘛袂去记恨的，伊那袂记恨，他永远孝顺，因为他圆觉了，他包容了。啊，那阿阿婆直接讲反比吧，阿阿婆伊嘛袂甲伊离婚，为啥伊袂甲伊离婚？不是因为爱哦，不是因为他爱那个老婆，不是，是因为缘觉。哎，这个境界，我说这个差很多。有的是因为爱而分开哦，他没有，他永远不会讲，因为我爱你不不爱，他没有，他因为缘觉他不会。这个就是一个境界，也不影响夫妻一方不讲理。另外面来说，哦，我请一口他不会，他会依这个来产生度化的功能，依旧这样中的度化的功能，哦得念失念，有念无念，有得到的念，又失去念，他没有啊！我得到啊，我起啊，他也没有得念跟失念，无非解脱哦，无为念浊老，念念精进，时时解脱，成法破法，成败精进毁谤缘聚缘散这些啊，成法跟破法皆名为涅槃，他也不生不凡，所以他也不惧生死，他也不爱涅槃。正常是说你要不要爱涅槃？没有。我就问太太比较说，我以前在禅坐的时候，每天在禅坐，禅定的时候，我一定要三个小时到五个小时要禅坐。为了什么？为了我找到那个圆觉的佛性。那我去闭关一次、两次不要，我五次不要，为什么？为了找那个圆觉佛性。等到我找到圆觉佛性，我要禅坐干什么？等我找到我要禅坐干什么？我禅坐只为了找那个智慧。布施、持戒、忍辱、禅定、精进，如果找那个智慧，等我有智慧的时候，找到我圆觉佛性，我要禅坐干什么？我每天都在禅坐了，但是我那时候还没有达到圆觉圆性找出来的时候，有业障、有因果的话，我是不是要去禅坐它？要啊，要依法治啊，依幻治幻啊，依禅坐来用功精进啊。等到我有一天我能够跳出那个凡夫的枷锁，跟因果。跟凡夫的一些习气的时候，我跳出来用圆觉心来看一切的时候呢，我需要禅坐干什么？但是我刚开始没有禅坐又不行啦，这样了解吗？禅坐执着禅坐也很糟糕的，绑着禅坐他执着不放啊。所以弥勒菩萨有一次，弥勒菩萨在修行的时候，一些二罗汉的人都修得很高，每天在打坐，一坐入定三个小时，三天的、五天、七天的都有。他们都要精进，因为听着释迦牟尼佛禅坐的重要，他每天要精进在禅定。啊，有一次呢，弥勒佛就那个释迦牟尼佛讲说，今天哦，弥勒菩萨哦要入涅槃了，哎，要入涅槃了，要离开，因为释迦牟尼佛再生的时候，那个什么，那个弥勒菩萨在他还没有过世以前就要入涅槃，就提早要死掉入涅槃了。他说，现在弥勒菩萨已经入涅槃，已经直升在兜率陀天。唯有当来下生佛，是我佛以后的下灭佛，他已经到兜率陀天，今天上升去了。众罗汉的人惊一个呢，众佛罗汉就说：“啊，那为什么是弥勒？弥勒只是为什么是他？”他说：“对啊，弥勒是当来下生来接我佛的，他为什么是他？我们常常没有看弥勒佛在打坐啊，弥勒每天都跟王公贵族在喜乐啊，在欢乐啊，每天跟他们打哈哈笑嘻嘻的啊。”怎么会弥勒佛来当佛？那我们这么精进的不能成佛？他弥勒佛在无始劫来啊，做发大愿，精进大愿，为了度化众生，跟转回人间凡夫心，然后为了一直在度化众生，他现在还在度化众生，跟王公贵族为了度化，但他已经进入到不住禅定境界。什么叫不住？不执着禅定，而永远处于禅。因为不足禅是为了克制我自己，不要有贪欲心，不要有烦恼心，不要什么说尘劳心，不要影响我。为了这些嘛，他修那个元神清清净净已经上来的时候，他还要禅定干什么？所以他叫不住禅定，他的元神，他的那个的已经达到了不执着禅定的境界，而随时在定中了。啊，这种话还要修啊，所以要修这个禅定啊。是他有智慧啊，但是菩萨已经超越了吧？看懂吗？好，这当然下人是没有，大家都吓坏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后来又要讲说，弥勒佛在我42劫以前就发大愿，他想要在娑婆世界成就娑婆世界众生，
他想要护持娑婆世界众生，成就娑婆世界众生能够成就罗汉道，护持国土，成就国土一切众生，成熟众生，他发这个大愿。当初我释迦牟尼佛也想发这个大愿的时候，他已经找我42劫就发愿了。那我释迦牟尼佛没有办法发愿，我也想发这个大愿了，非常弥勒佛比我早发，所以我不得不呢，就发另外愿，就愿我头脑脑髓、国王妻子儿女，还有江山富贵，什么都可以飘射。谁要我眼睛，我眼睛给他；谁要我头，我头给他。这些都假的。谁要我国王，我国王给他；谁要我江山地位，我给他；谁要我妻子，我妻子给他；谁要我儿女，我儿女给他。我借舍，我发这个愿。结果没想到我晚他42劫发愿，但是我晚他发愿，结果呢，我找他9劫成佛。所以我现在在释迦牟尼弥勒佛成佛之前，我就先成佛了。因为我后来真的舍，什么都舍，什么都不是我的，结果我就早成佛了。但是呢，我就不能完成娑婆世界护持娑婆世界所有的众生去成就，我没有办法，我就交给弥勒佛去做了，因为他比我发愿在先。所以在跟弥勒佛去做大头大头心灵啊，还知道不？他因为他发愿大，成就地球一切的众生啊，救护地球一切众生啊。所以他一阿弥陀要弥勒佛的世界呢，一定要都在昨天的，一愿力要短。老师，两个问题，一个是不能发同样的愿。你可以跟他发一愿的，我跟我说，我跟弥勒佛发一愿，我说我们发愿跟你一样，你成佛我帮助你。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因为你发愿讲，你总共百发护持众生一心发愿，所以你就发你的愿嘛。但我认为我还是要跟你发愿啊，因为我助你嘛，啊，你成就的是我，至少我嘛背起来嘛。我以后想要去发什么愿来，但我即摆来发，跟你同款愿，我来代理嘛，那袂使。地理之战嘛，啊！以后我讲要从这佛国世界上，你以后哎，迄个也在看嘛。至少我搬这棍嘛，搬这条线嘛。对，可以是可以的，对。啊，第二个是，但是这个佛是说我自己要成佛的那个佛，那我发的愿不是成佛，是我助弥勒佛心成佛，完成他愿力。那我以后都成就很高的，我想化成愿，是我以后另外一个阶段。但我自己都成菩萨，还没有达到，怎么去完成菩萨？我想要心翻都掉。甲伊讲我翻译员来助伊啊，啊伊看我要翻译员助伊嘛，还要去讲，成熟我嘛，是不是可以这样子？那你也很快啊，是啊，就讲我翻译员也对老师团对你有帮助，无歹啊，知无？啊，老师第二题就是你刚刚说九晚释迦牟尼佛9劫成佛，啊，但是弥勒佛还没有下来。弥勒佛就是还没成佛，但是他找他9劫成佛，但弥勒佛3000年就成佛了。啊，一劫有多久，你知道吗？反正以弥勒佛界的计量，一劫有好几亿年，五十什么6亿多年，也正好他审判顶在。才2000多年而已。对呀、啊，所以他找他成佛啊，但是下面一个佛是弥勒佛，他现在还在成熟众生啊，所以咱这边弥勒佛还在成熟众生啊，还在有时候派很多人都下来啊，还在。一在度化，是这个娑婆世界度化，等大地为屏障的时候，它才下来呀、啊。大地为屏障，这地球已经变成屏障了，那个高山都没有了，那个高山都变填平了。这时候它弥勒佛下来的时候，大地如果像没有像屏障一样，它还没下来，因为这个高山很多啊，弯弯曲曲的，它还没到，因为它还没到。所以你看那个以前机器发明到这个快挖土机呀、啊，挖大只挖土机，挖落去山上就挖平平的，等它弥勒佛回来啊。未来，而且56亿年，可能这个算术有问题，那个不一定是56亿，但是这个是大地如平常，它都下来了，就是它已经成熟了。爱情当中有福气，当中受证罗汉经，所以咱就要看佛经了，佛庙寺庙头前你见下弥勒佛、弥勒菩萨，为什么？因为先见弥勒佛，先见弥勒菩萨，先见欢喜佛，以后就可以成就，因为他在等啊，他等我们啊，他要给我们成就啊。啊！你若看伊前拜就弥勒佛，再第一拜佛祖，因为佛祖是过去佛啦，啊未来佛是弥勒佛啦，东来下现弥勒佛，所以前见弥勒佛，该见者现者，至少我即马未成佛，伊也嘛咧，伊会愿得以后叫我成佛，伊会愿得以后叫我成罗汉，因为他是受证罗汉记，他有分3级受证罗汉记，1级96亿，2级94亿，3级92亿，他3次荣华，他才完成他愿力。原因这么大呢，所以咱的啊，你个弥勒佛的这九条，咱就在得去啊呢。所以我这边哦，为了去这个台中哦，去这弥勒佛寺，那个大陆有一个弥勒佛的寺庙叫做
宁波的雪窦山。那个雪窦山是什么？是以前老蒋关那个关那个谁？老蒋关那个张什么？张学良关在那边，关起来之后种一棵树，还在那边。那个地方是叫做雪窦山，那时候是被关起来，被关在那，因为蒋介石是那边的人，宁波那边的人，他浙江宁波后发县的，他西有镇也是他那个附近，他把张学良关在那里，因为他地理他很熟。后来那个又张学良后来跟着来台湾的，就关在阳明山的，对不对？因为为了江西事变嘛，安溪事变啊，安溪事变嘛，为了安溪事变共产党的问题嘛，他都很气他嘛，这老蒋是这样子啊。但是人家都认为那个他做正确，他真的是爱国的，因为他认为说要先怎样，要先打日本，看日本，在攘内，再来攘内。但是蒋介石一定要先把共产打垮之后，才要去跟日本作战。他说：“那这个张学良说，那何必中国打中国人？那中国合作去先把日本打，因为日本他侵占华嘛，打完了之后我们再来剿匪。”这样的，他就是这样的，他不要。蒋介石硬要先，他就很恨共产党，恨到底，要先要剿匪，剿匪完了之后他抗战。结果后来呢，那个西安事变啊，就是软禁了蒋介石，因为他一定要剿匪啊。后来他软禁蒋介石，而且气得要命，他把他后来也把他软禁了，你软禁我，把他软禁。后来蒋夫人来救啊，他又把他放出来，所以张学良就造成一个轰动很大。反正他也没有把蒋介石弄死，他改变想法。那我们看雪窦山里头就有一个张学良种的一棵树，那个雪窦山改为雪窦山的弥勒寺，那里有拜弥勒菩萨，所以这大陆有五大道场。我去那边拜的时候，我去的时候弥勒道长怎么讲？说你们哦，成家子弟，每一个人都跟我非常深的缘，以后呢会以我为主，跟我弥勒有深大因缘，以我为主，所以你们放心，你们道场我会安中安排。所以我在想说，我有时候我都发一个愿，我说母娘，我报答你完了之后，我也要能够，如果能够去哪一个佛国，我不去阿弥陀佛，我不去阿弥陀佛，因为我是从阿弥陀佛来过的，来过来转世的，我知道我自己了解我的过去，我要这次要发愿到弥勒佛那边去，都在天宫，而且我不需要去当天人，天人还有贪欲心啊，还有色欲啊，我希望能够在内院。那天就是诸菩萨之所居，我应该去奉侍你弥勒佛，就完成你的当来下生愿力，我来学菩萨道，我就发这个愿了。那可见的，我们一贯道很多都是拜弥勒佛的，在瑶池金母这样发放愿的话很少，因为我是觉得说我跟弥勒佛很亲，我看到弥勒佛就会喜欢，我看每一尊弥勒佛我就会。心里就是没有办法去割舍那个弥勒佛跟那个心里的那个感应力，所以有时候在闭关，我都一直常念南无当台下生弥勒佛，南无大一直会念这个佛号啊。所以我说我跟弥勒佛的因缘很深厚，就是无始劫就已经很深了，所以我很赞叹弥勒佛的当台下生那个完成成熟众生那个娑婆世界成熟众生那个愿力，我很欣赏。所以我愿意随着他一辈子这样一直在修行中，不是堕落，而由你来完这个完成，完成完了之后呢，哎，我已经成就某某菩萨了之后呢，我以后想要成就什么佛果，先了解一下，再来发另外一个愿嘛。啊，所以你们要找我以后啊，你到弥勒佛那边了，可能就可以找到我。多种几棵树。啊，就这样讲这个故事，所以你不要想到弥勒佛啊，啊，那我讲到哪里？Masters is a manual of Taoist training written in the form of a popular novel. The Taoist Sages 七真史传第一回卷上，连贫困偶失策。
好，咱即卖要讲这个七经书传吼，这个七经书传吼是咱电视与网络弘法节目。道场即在家里，让您透过电视与我们一同修真。弘法节目急需您的赞助，我们的划拨账号是户名陈文宪，邮局代号700-244-1440-06-11010。全真仙宗道场坤元观，地址桃园县平镇市环南路二段27号6楼，电话03-28-11154。